有时候你伸手去抓，它也会从指缝间溜走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这些灵感慢慢降落下来。这位先生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纸片上面写的东西是什么？鸡蛋。鸡蛋。你要把纸片变成鸡蛋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除非你是一位魔术师。这个纸片会在扇子上慢慢的变大，并且慢慢的变重。整个过程非常的慢，就好像生命的繁衍，生命的过程也是这么慢。然后你会看到它慢慢的成型，慢慢的变形。在过程中，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变圆，最后，好像它就会变成一个鸡蛋。最重要的是。